本公司将在今天晚上8点推出特别制作的大型国语连续剧《金凤园》。金凤园是描写清朝年间一对青年男女动人的爱情故事。由于男女主角都有一段不平凡的身世，使得全剧高潮迭起，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。金凤园有浩大的场面，也有最豪华的服装和布景。金凤园是由丁强戏剧指导，由李璇、江明、张冰玉等本公司100多位演艺明星通力合作演出，阵容也是空前的。金凤园并且举办了猜奖的活动，